入职场当一个新鲜人了，而到底要怎么样在学生他成为新鲜人用这个很有限的预算可以打造出上班族呢不一样的妆容，内眼线都可以画哦。好，只要轻轻的画一下内眼线，现在画的就是内眼线。拍卖上呢非常的受欢迎，它已经破万标了耶，这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拍卖卖家他们办到的，真的。然后画完眼线之后呢，再使用这个 City Color 的眼彩盘。这个眼彩盘我看一下，比较偏大地色，对不对？对，大地色系。业务的妆容呢不能太强烈，可是又要精神，所以我们就用大地色系最为保险。好，那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先使用这个肤金色的，对，先沾取，然后我们沾取在整个上眼皮的位置。哦，直接很大块的打在眼窝的部分。对，它看起来虽然是肤色，但是上去它那个光泽是很美的。对，有一点肤金色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少量多次慢慢的上，让它比较饱和，这样子你一整天下来都可以不用补妆哦。好，眼中到眼尾的地方打一个。哦，从中间到眼尾的地方打一次，眼头就不用。眼头就不用，因为如果眼头整个打满啊，这样子整个就是整片咖啡色，嗯，就会比较。千万不要一次下太多。真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打一层，这样子眼线就会变得更柔和，而且更有层次感。哦，所以它是做一个过渡，新鲜人那种稍微一点点青色的感觉。对啊。是。那在睫毛的部分呢？睫毛部分呢，我们就用这一支。业务真的每天在外面奔波，一流汗，不只是眼线要防水抗菌。哦，像这样子。画一个眼令纹呢，我们脸就会变下垂哦。哦，这是小技巧。所以我们打的时候呢，就可以轻轻的点在笑肌的位置，然后再小打勾。在笑肌的部分打一个 U 型，对不对？对。那在它的部分，你选用的颜色是稍微偏淡粉红。嗯，比较青春可爱一点的感觉。对，因为毕竟我们面试还是要有朝气的感觉，尤其是业务要给他第一印象非常的好，非常利落有精神。压一下，它就有透出来的感觉。再稍微压一下，就不会觉得色块比较明显。对。那最后呢，我们再点缀第二的唇蜜。这个选用的是稍微自然一点的。自然的，因为不要太强烈。很多新鲜人常常会在面试的时候觉得我一定要用力准备，结果真的准备得太用力，加上这件外套，加上这件衣服，千元有找吗？对，千元有找，千元有找，掌声鼓励鼓励，不可思议吧？这只是今天第一个而已哦。好，我们的行销业务可以赶快去面试了。先谢谢 Cookie， 谢谢。谢谢。刚刚有没有大家没有拍到的？